我呢，孙学文，我是学航空生产和制造的，把一些航空产品的一些理念运用到车上，功能呢就是在沼泽地里边，比如说空降物资丢到沼泽地里面去了，如果你没有一个什么机器你拿不回来的话，这个物资就浪费了，而且空降的物资都是很着急的。这么一种机器呢，尽可能的把它拿下来。再一个呢，在地震灾区，好多公路都破坏了，有这么一种机器呢，就是可以尽量的能通过的更远一些，这个机器呢就可以在那里的发挥更大的作用。我们就考虑这个能不能有这么一种机器，能够达到这种行走的非常自如这么一种机器。设计研发过程中呢，我的合作伙伴其中一个是我的哥哥，他也咨询了很多专家，起了很大作用。在整个研制过程当中呢，克服了种种的意想不到的困难，走了许许多多的弯路，但是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，既然接手了这个工作，一定会给他完成到底。走到现在来呢，自己也感到很欣慰，内心也感到一定的自豪感。敢想敢干，想要干的事情会一定干好，这样的运动过来。第一个这个样品呢，发现了很多不读书树，这个不读书主要来源于选件比较急，好些零部件呢国内是没有的，就需要去定做，去设计，那我们就选择一些替代，使用很不是很匹配，它的有一些功能它没表达出来。这个第二产品呢，因为时间稍微充裕一点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设计了一个新式的轮胎，超低压力的。包括轮胎的设计制造，轮网的设计制造，很多零部件，这样的机器出来的时候呢，能达到我预想的90%吧，也不是全面。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，就是公差配合这方面还是有问题，机器上还有一些响动，这些响动呢只要精度上来了，那些就没有了。第三代产品呢，就是功能更好一点了，发动机的功能啊，水箱、油路、水路这些的零部件更全了，能达到我这个基本上能实现我的设想功能。这个机器一旦要走入使用的话，将会有各种功能。这个车呢，是选择不同地形上选择不同的处理办法，选择不同种的轮胎，达到这个能够通过的性一个愿望。大家好啊，今天要推荐这个发明人呢，是一个小伙子，也是我们湖南的，叫做温晨宇，80后。他最大的发明创意和灵感来自于哪里啊？他发现他身边有太多的这种牙痛的病人。现代人上火比较厉害嘛，不是牙龈出血就是牙酸痛，毛病比较多，所以呢他专心组织了一个团队，就只做一个事，就是呢牙齿生物修复技术。要说一大堆大高科技啊，很难说清楚，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把牙齿修复封闭起来，形成一种保护膜，
没有氟，但是呢也能同样达到防菌的效果，特别是对一些牙齿已经呢有松动啊，或者说不好的一些人群，这个小温发明的这个独特的牙膏算是有奇效。当时这个牙膏啊一出来之后啊，马上就得到了这个轰动了啊，就是业界专家的高度评价，算是别具一格。因为呢这种独特的发明再加上这种成本也相对比较高，这款牙膏呢也被称为牙膏中的劳斯莱斯，是全中国最贵的牙膏。我用过这款牙膏啊，除了贵其他的都挺好，边刷边发热啊，还多少有点神奇。但是袁胖建议啊，有牙齿疾病的你可以用一用试试看，牙齿松动的老人可以用用试试看，小孩子可以用用试试看，可以上发明米网站去看一看。今日头条的呢你直接点击了解更多就可以了。 OK